记得还好吃哦。你不用你在吗？虾仁不错。来，这是有香菜的。要买啊！不要。不拍哦。哇，这么重。三只，然后。
泡面要点吗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又选择错。我是想要进去。进去。对啊，就是。没有啦，老板他们在网络很有名。这老板应该做十几年有吗？二十年好像是，所以我就说这都是。好玩就好了，我要雨伞。那我也拍一下。